看看新闻网。自从和林峰谈恋爱之后，然后关系被曝光了，吴千语的人气啊就是越来越高了。就连曾经指导过《八星报喜》《开心鬼》系列的著名编剧黄百鸣都主动找上门来，让他来演自己电影的第一女主角。近日呢，这一部名为《精武青春》的电影来到上海宣传，吴千语也是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。听说私底下的千语妹妹可不像镜头里看起来的那么小女生，而私底下是一个一切都会包办的女强人。去看一下。因为拍戏没有拍过追男生，然后现实中也不可能追男生，所以这个体验大概就只有一次吧。连大帅哥林峰都没捞得着的好处到底掉在了谁的身上呢？就是他了，香港女星周丽淇的小男朋友徐正熙。说起这两对小情侣还真是颇有渊源呢。在我拍这部电影的上一部戏，刚刚好和阿峰合作过，然后也碰过面，也见过他。对，我去探班的时候，对，我有都被拍了。对，然后他们也被拍了。既然大家都在片场碰过面，周丽淇和林峰又都是好朋友，那么你们两对小情侣在一起一定毫不避讳对方，大秀恩爱了。你不是常去香港吗？我出在哪？不是，哎，对啊，我在天天在现场就看到你们视频了。由于林峰人气高，片约多，私下花在吴千语身上的精力自然有限。既然两人能给外人留下这么甜蜜的感觉，看来千语 BB 费了不少心思呀。我喜欢当一个比较能干的女生，就出去旅游一般都是你照片。 对，然后有计划去哪里去哪里。难怪自从和吴千语恋爱之后，经常会有林峰带着小女友出游的新闻出来，看来这都是千语 BB 的功劳哦。娱乐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。